谢谢。大家好，大家午安。我们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谢谢。可以有掌声，可以的，谢谢。好，那个，今天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特地来听我们表演而来的。有哦。好，请放下，谢谢，谢谢，谢谢。那有多少人是要去旁边吃空肉饭，不小心听到音乐，然后被我们吸引过来的，有没有？要去吃空肉饭？也是有哈。好好好，好，今天这个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万华大闹热演出。刚才为大家所带来的第一首曲子，曲名叫做《Shutdown Shuffle》，然后我们刚才担任独奏的是 Tenor Saxophone 廖庄廷， yeah. 钢琴巫野勋， yeah. 以及长号王义成。好，那大家刚才从这个门口走进来的时候，都看到入口的这个节目单，好，没有发现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很多都是独立乐团，只有我们是爵士乐团，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是独立的爵士乐团。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没有，其实真的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新闻稿的话，就知道，就是我们是一个在地的乐团，就是我们是这个万华在地的乐团。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万华人。这么好好好，我以前呢常常来这边吃排骨大王。好，谢谢。好，所以那个我们乐团常常被受邀到各种不同的活动演出，那这是第一次我们那个被受邀到某一个活动演出，是因为住得很近。好，所以我这个这几天每天都敞刊，每天出门经过的时候就敞刊一下。好，所以就是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这么近的就来到这边演出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为了这个活动，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些台湾大家都听过的旋律的歌曲，所以呢，等一下我不会报那个曲名，就是等一下我每一首曲子结束之后都会有奖问答。那问什么呢？就是问我们刚才演奏的曲子是什么，然后会送我们的 CD， 好不好？好，所以要专心听哦，要专心听。可是呢，要听出这些曲目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我们有经过一些改编，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你熟悉的旋律，可是你必须要去用心体会才能够听到这些大家熟悉的旋律。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首下一首没有要讲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曲子，可以大家来听听看，谢谢。
谢谢。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曲子？已经有人知道哈。那个，可是我们要公平，好不好？那请 Ruby 来帮我们选一个，好了，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好来。所以一二三，好，哪一位？好，黑色衣服的，好，先生最前面，那直接讲就好了。拜年，好，太好了，好送，好，等一下我们会拿 CD 给你。好，谢谢。好，接下来呢，很快要为大家带来，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为大家带来下一首曲子。等一下听，好不好？好，听听看，谢谢。那个
在我们介绍这个问大家这个曲子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刚才 solo 的团员屋野薰阳 piano、yeah. Ray Haber on trombone、yeah. 好，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歌吗？哎，只有一位，拜大年哦，太棒了，好送哦，这个感觉上是有点没有，一定是应该是有点比较资深才会知道这首歌哈，好、哦、比较资深大哥哈、哦，好，不能称大哥，这样子不太好意思。好，那个接下来再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曲子，那我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哦，我们这些曲子其实呢都是请国外的编曲家重新编曲。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有吗？那觉得还可以接受吗？可以齁。好，那这个的概念就是说呢，我们请这个有点像说我们比如说台湾的这个风景画，然后我们如果找一个国外的画家来画的话，他可能会画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样貌。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把音乐请国外的编曲家重新编曲，所以他可能会用他的角度或者他的思维去来重新诠释这些旋律。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曲子呢也是一样，大家来听听看这个曲子。然后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就是都跟过年歌有关系，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谢谢。
谢谢。On drums， 郭毅轩。小号黄宪。好，那个我们其实也跟独立乐团有点关系哦。我们的鼓手是那个海豚刑警的鼓手，他在那边叫做宝珠，在这边叫做鬼鬼哦。哦，那个刚刚一讲到宝珠，到后面都跳起来要看你。应该没有吧？有有有有，刚刚有人跳起来要看你。台北爵士大乐队的郭毅轩。哦，可是没有人跳。好，那个我们很快要演奏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可是我们要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因为介绍团员其实比演奏应该还更重要一点。哦，好，所以我要请这个我们的萨克斯风美女哈，哦，来为我们介绍我们的萨克斯风组。好，大家好，那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木管组的部分。首先呢，是我们最左边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萨克斯风演奏家郑毅。接下来是我们这五个里面最壮的陈伟宏老师。接下来右手边这位呢是小贾廖庄廷。再来这一位是最帅最厉害的我们的团长兼 Auto Lead 萨斯风李成宇老师。我是 Ruby， 谢谢。Good afternoon. We are the trombone section. Okay. And I'm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person with the biggest, the largest trombone, Amy. Okay. To my right is Miss Julie Shea. Julie has been in the band since the beginning, right? Like 14 years. She joined the band when she was only 6 years old. Okay. All right, now we have the newest member. He's coming from the new generation of really fantastic Taiwanese trombone players, jazz trombone players, Mr. Wang Yicheng. And I'm from the oldest generation of aging trombone players. My name is Hooray. Yeah. 谢谢。Good afternoon.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花声先甲吹落去。好啦，其实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大概拢要叫我讲台语啊。今麦来介绍，咱上斗手兵这位廖冠尧廖老师，啊，过来第二位邓老师，邓，啊，来黄敬贤黄老师，大家好，我是豪阿姨，感谢落来，谢谢。今天轮到我介绍我们的钢琴老师是 Uno 老师。对，那我们贝斯手是谢志阳谢老师。对，我是鬼鬼宝珠。谢谢大家。好，那迅速最后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乐团的指挥，那他同时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也是我们的人生导师 Dr. Jim Atkin。好，刚才那个还没有抽到，对不对？刚才那首是什么曲子？有没有人知道？好，后面那位，好，很好，太好了，感谢，厉害厉害，真的。好，等一下听到的都可以到旁边领 CD， 好，好不好？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曲子，那为大家带来，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午后。那谢谢大家，我们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谢谢。
谢谢，我们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的热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这个粉专，然后我们12月。还有 IG， 然后12月24号跟25号，我们会有在台北市中山堂的演出，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聆听。好，谢谢大家，谢谢。